错湖过去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，森林错湖面萎缩，成为它的一个卫星湖。错湖从中分离出来，成森林错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湖泊聚集区，也是独特的高寒湿地生物群落。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高原湿地小气候，成就了今天的鸟岛。 整体环境的话，相对来说就是它属于高原，比较恶劣的一个比较安静、隐蔽的地方。鸟岛它就是个好，因为它人一般过不去，温度较高，有利于鸟卵孵化。倒雁、凤头屁梯、赤麻鸭等候鸟，繁殖季节要数凤头屁梯的巢最神秘。 在靠近岸边的地方，占据一处礁石堆作为天然，而后来者就只能在湖面安家了。错鹅鸟岛因植被覆盖少，的话不会流动很大。如果它水位因为下雨、因为上涨的时期，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素食者。就是繁殖前期，它有可能吃一些浮游生物啊，因为它要孵化，这些需要一些营养，包括育雏的时候还需要一些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些。 小动物从昆虫之类的。错湖一带不仅是候鸟的天堂，羚羊的故乡。进入六月份，母藏羚羊的途中，而公藏羚羊则带着亚成体活动，将迁徙到拉萨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。那里的农牧民在收割青稞时会故意大自然的恩赐，在养活一方百姓的同时，也要在空中精灵。 这在当地已经成为千百年来的。我们在雅加流域做过调查，雅加流域的总结数量在10万只吧。而到了秋冬时节，在错鹅鸟岛完成繁育的。